跟随我的镜头，欣赏这个鸟，我鸟喷泉的图画作品。变化走向现实主义，加进了艺术家个人的想象空间，容许艺术家比较随心所欲，比较随意的概念。没有文艺复兴古典主义那种一定要有某个东西，一定要怎么样，一定要从这里到这里，从那里到那里。现实主义给予了画家较大的自由空间，使艺术家的思想得到了解放，使艺术家的思想有了更广阔的空间。从现实主义艺术家的思想和手法得到解放以后，从绘画进程演变出来的印象派、印象主义、柏赖、梵高，就是完全凭自己的想象空间，基本没有受到自然空间的过分的这个距离的约束。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，印象派更有更大的空间，使印象派得到了充分的这个发挥，思想得到了充分发挥。现实主义是从印象派到古典主义的桥梁，有过渡，从现实主义的过渡到印象主义，就是像梵高，像他们十多个巴比松画派，他们的作品就是非常的自然，但是呢，他就没有这个生活的完全的真实性，当然现代人不需要那种真实性。从梵高他们的绘画，然后再演变，过渡到抽象主义，毕加索、达利，就是绘画的几个发展阶段。每一个阶段都有它的重要性，都是一个历史发展进程。
从我个人的概念，我对每一个发展阶段我都非常喜欢。我是一个多产画家，也是一个多风格多流派的画家，包括古典主义，现在我们正在介绍的现实主义、印象主义、抽象主义、当代主义，都是我的强项。其实我更喜欢人物、静物。当然，每一个画种我都非常的 nice。以后逐步会介绍到我的很多很多作品，我有300多张大型油画作品。去年我的美国再次伟大，美国第一，参加曼哈顿全球油画竞赛，获得优秀奖。欢迎收藏家，欢迎美术爱好者收藏我的作品。